爹，宝儿，我都多大了，咋还叫宝呢？你那点功夫干点啥不行？你真以为那画能看出胖小子来呢？能，我娘说能。就是你娘说，那画都挂了5年了，再来个丫头片子也没生出来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我说二哥，你咋不到邻村打听打听？看是谁家的娃？就在门口看见，门口这邻村好几家呢，你让我上哪打听？信条咋乐？拉咱村叫啥事？把娃他，你寻思娃家还急着找娃呢？出啥事儿啊？哦，不知道谁家的娃，是二狗啊，在村口捡的。这八成是饿晕的。爹，哎，你是村长，拿个主意。要不大伙看看谁想养下，等收成好了再给大家布点口粮啊。我都俩丫头片子了，这要是个男娃我还真领回去。二狗，你捡来你咋不领家去？我媳妇都快生了。你看我干啥？我家的肥水向来不留外人田。就是二狗，咱村的日子过得多紧啊，把这吃间饭的给捡了。啊，心眼儿是不是又犯软了？哎，这都是命啊。你说这苦命娃子咋都让我碰上呢？我说你别再犯糊涂了，这辈子还想你不够苦啊。人呐，咋过都是一辈子，多吃苦少吃苦咋的？我就是寻思不透，你这心里到底想的是啥？我这辈子不是啥事儿，可我知道一个人，人不能见死不救。那么大个活娃，我还能看错了？哎呀，我看你是想娃想疯了，哪来的娃呀？快走。是个活娃是啥？爹，这娃呀怪可怜的，二姑捡来的。那他咋不领回家呢？爹，咱家又不是孤儿院，等娃醒了问清楚了再说啊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别闹了，快睡。我咋这么倒霉呢？生着你们这群兔小子，一个丫头也生不出来。丫头，丫头有啥好的？今天那个野娃子倒是个丫头，不还是没人要？宝珠爹也不知道他咋想的，他肯定是嫌香草不生才把那丫头领回去的。行了，咱闲事咱也不管，管好了三个儿子就行了。嗯，干啥呀？要是那娃醒了赖着不走咋办？那我咋知道？不怕。
别怕，别怕啊！你看，爷爷把风车给你弄好了。哎，孩子，别怕啊，不怕。饿了吧？啊？娃，娃，饿了吧？吃，吃，啊，吃，哎，吃，吃，哎，慢慢吃啊，吃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五花。哦，几岁了？七岁。你家住在哪儿？两河村。哦，那风车谁给你做的？奶奶做的。明天爷爷给你送回家去，好吧？我不回家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告诉爷爷，爹娘为啥打你啊？他们不是我爹娘，爹娘死了。奶奶也死了，他们不让我吃饭，我饿。爷爷，我求你别送我走，我会洗衣服，会做饭，会干很多的活，你每天给我一顿饭吃就行。等小花长大了，对爷爷好。爷爷，别哭。爷爷，小花把奶奶做的纸风车给爷爷。爷爷，花花别哭，不哭，孩子，不哭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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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。山河村怎么走啊？照直走，前面的村就是。哦，好。哎，这把命太苦了，不到两岁爹娘就死了，上半年唯一的奶奶也死了，这户人家不生养，就把小花领去了，可没俩月，自个儿也怀上了。那也不行，打娃呀。明儿我让人把小花接回来吧。娃是怕了，说啥也不回来。既然是孤儿，就随着娃的意愿吧。逞啥能啊，野娃多了都领回来呀。不知道安的啥心，这要是个男娃，你看他还领不领？我领了，快叫啥？你跟我厉害啥？有本事你把他娃弄走！丢人现眼的干嘛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看你跟我厉害！哎哎，叫你跟我厉害！快说我厉害！哎，你咋还这么快呢？快咋了？你。
鸟呢？有鞋咋不穿呢？不舍得，爷爷给买的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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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娃真招人疼。婶子，哎，你说香草这个肚子咋没个动静呢？就是。这好的娃还剩啥呢？小花，跟婶娘去买点东西。还拿着它干啥？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老哥，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的活头，你这样苦自个儿到底图个啥？日子是苦了点儿，可我这心里呀、踏实。村长，大叔，这你们家香草对小花还真不错哎。刚才我还看见香草大小花买东西去了。哎，往哪走着？那边。啊？快走啊！买完东西就回家，快点。前面那儿是不是你们村？说话呀！我不回家。你凭啥不回家？我没有家，爹娘和奶奶都死了。那你总不能赖在我家不走吧？爷爷答应让我留下。爷爷不要你了，让我把你送回去。爷爷要我，爷爷说过要我。谁说爷爷要你了？爷爷对我好，爷爷要我呢。爷爷要你也没有用。我不回家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走。婶娘，我不回家，求求你别送我走，我要等爷爷回来，爷爷回来找不到我。爷爷才不会找你。婶娘，求求你。爹没安啥好心，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生不出娃来，成天哭丧着个脸，生不出娃来也是你爹给放的。哎，我说你拉不出屎还赖茅房啊？我就是拉出屎来，我就是赖茅房了。听话，跟爷爷去吃饭去，不怕，有爷爷在。爷爷，我不饿。孩子，你不吃饭长不了大个儿啊。我就是不想吃饭，我也不想长大个儿。咋的了花儿？你不听爷爷的话了？我听爷爷的话。吃吧，嗯，吃。
小花，快吃啊！爷爷，以后我给你做饭，我烀的土豆可好吃了。好，再去拿饭。好，来。烀土豆有啥好吃？烀土豆好吃。错不了，这娃啊就得自个儿生，那抱来的呀、全颗心。看着那小花啊，我就更生不出来了。哎，后院二蛋家的媳妇这么多年也没生，要不娘给你问问去。行啊，哎，娘，说不定他们想抱一个呢。给你做一个更好的，啊。
你知道爷爷给你带啥了吗？啥意思穿旧鞋子？新鞋不舍得。哎呀，傻孩子，鞋不穿就小了。我也不舍得，爷爷给我买鞋，把钱都花光了。哎，花，听爷爷话啊，把新鞋穿上，要不爷爷的钱就白花了。那我穿。大苹果，大苹果，大苹果，我还有十八岁，参加了游击队，游击队打鬼小花自打来没见她换过衣裳，你把三样的衣裳给找一件。哎，我昨晚上还想着这事儿呢。这娃让人看着更走心。吃饱了撑的你别卧着去。我说你们三个兔崽子把老娘的头都给绕晕了，能不能出去干点活？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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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个兔崽子也顶不上人家一个小花儿。崽子，崽子也是自己的，也比别人的强。我说我是兔子，他们是崽子。斗锅是吧？我帮你斗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哎，快看呀，小花穿她爷爷的衣裳，像个小老头。今天连裤子都没穿。行了啊，一年到头也宰不了两只鸡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啥里外的，
再咋说他也是我爹。养着一个我也不说啥，现在还得养俩。那你咋不说人家给你干多少活呢？看柳条去了。看柳条干啥用？有了柳条啊，花上学就有指望喽。上学？啊，爷爷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花，爷爷啥时候骗过你啊？爷爷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吃完了饭呢，爷爷就交给你编筐。我要编可多可多的筐。好。爷爷你来，你快来呀。爷爷你快点。爷爷你看这鸡肉，叔叔送来的。还有馒头呢，你闻香不香？香。给爷爷一块最大的。爷爷不吃，爷爷这一辈子啥都吃过了。爷爷骗人，我咋没见爷爷吃过？爷爷吃。爷爷不爱吃鸡肉啊。不行，爷爷吃，爷爷就得吃。爷爷不爱花吃啊，你吃。这花怎么不听话呢？这几块肉给花儿吃，好像结实点儿。爷爷不喝鸡，不吃鸡肉。有些日子没来了。野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我看呀，他来呀，准没有事。花真聪明，一学就会啊。花，赶明上学呀、啊，你准能给爷爷拿个第一。那就考第一。好，爷爷等着。你咋了？没啥，小毛病。星姐哥、哦、忙着呢、啊、你来了啊。哟，这就是小花吧？哎，走一路也累了，进屋歇了吧。哎，哎呀娘，你咋又带红枣啊？人之恶心，多吃红枣造生子，听娘的没错。
这娃啊长得倒挺俊，可惜不是咱们自个儿的。哎，娘，阿占家咋说呀？娘就是为这事来的，他们愿意要，让咱们赶快把人送去呢。真的？嗯，这回说啥也得把他送走。花儿咋那喜欢兔子呢？因为兔子最可怜。可怜？咋可怜呢？猪不高兴了能叫，兔子不叫。还真是。跟奶奶，哎，你能送我一只兔子吗？挑吧，想要哪只要哪只。这只最小的，拿去吧。小兔子，你喜欢我吗？小兔子，你啥时候想妈妈了？我送你回去看妈妈。我也想有妈妈，妈妈已经死了，奶奶也死了。小花，坐过自行车没？想不想坐呀？沈娘骑车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那自行车跑起来可快了。小花已经七岁了，娃长得倒挺水灵，瘦了点。都这么大了，能和咱贴心吗？哎，这娃啊见面生，待两天就好了。小花就送你们了。呀，这咋哭了呢？撒手。娘。是娘，不能走。是娘，别走，我再也不坐自行车了。是娘，哎呦，是娘，是娘，别走。二蛋，你俩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把人追回来呀！没那么娇气，别忘了，这可是咱王家的头一胎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！哎呀，这孩子……哎，我说啊，把上回狗子进城买的白大米给我找出来。干啥？
我给宝叔爹送去。他爹，那可是咱留着过年吃的。那白米呀、啊，我怕吃了不消化。老哥，忙着呢。嗯。老哥，这是村里给补的口粮。哎，大兄弟啊，咱们村不够了，以后再说。哎，花儿，旧衣裳嫌弃不？不嫌弃，这回我就有衣裳换了。花儿，你恨沈娘不？胖婶，沈娘为啥不能生小弟弟？那是老天爷在罚她。爷爷，你看这花多好看呀、啊！还有裤子呢。爷爷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我看。嗯嗯，这你咋搞的嘛？你眼泡都肿了，昨晚上没睡好啊？失眠。新鲜事，你也会失眠啊？爷爷，啥叫失眠？失眠啊？就是睁着眼睛待了一晚上，那不成愣子了？啥愣子？滚！吃完就滚！你啥时候煮鸡蛋？还挺会心疼人呢嘛！瞧你这个德行！哎哎，你把鸡蛋拿哪去？爹该送你去念书了。不去念书，我跟爹下去玩。宝，不识字儿，大了没出息。要出息干啥？爹就不识字。爹这辈子啊，就指望你呀、啊。那我就去识字，等我有出息了，给爹买头大骡子，到时候爹就能赶着骡子下地了。爹，爹，你咋了？不咋，爹这是离婚眼，闹毛病了。爹，不会是想我娘了吧？我娘到底长得啥样？爹，你咋总不告诉我？你娘好看，好看。爹，爹，哎，爹老了，不成熟了。冰筐干啥？咱家筐够使了。哎，我想卖筐啊，加俩钱儿。过了年呢，送小花啊去上学。啥？上学？
小花啊就满八岁了，脑瓜挺好使的，将来啊兴许有出息。爹，一个女娲家家的念啥书呢，给口吃的就行了呗，到底不是咱亲生的，你图他啥呢？花儿，干啥呢？我在抠字。抠啥字？爷爷，你来。爷爷，你看，这是井字，这是半字，这是合字。哪儿学来的？这都是我偷偷学的。啊！爷爷，你等一会儿。爷爷，你看，加上今天的三个，一共是二十五个。爷爷，我念给你听。上、下、风、中、大、太、口、左、右。爷爷，你别哭，我没想瞒你，我想学够五十个字再告诉爷爷。爷爷别哭，爷爷高兴，高兴。花儿啊，你是爷爷好娃。这药苦得太邪乎了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哎，犯啥愣呢？我叠边框是为了送小花念书，这咱要有个一儿半女的，哪轮得上外姓？不行，我得把剩的半碗药喝了，苦死我也得喝。爷爷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快来，快来。爷爷，看熟鸡蛋。谁给的？快左婶婶。那干啥呀？藏在被子里头。我怕是娘看见，说我是偷的鸡蛋。我给爷爷吃。爷爷不吃。爷爷不吃，我也不吃。爷爷打我，我也不吃。小心小心点，别烫着。烫不着，一铲就下来。爷爷，今天做的贴饼子最好，我想给叔叔婶娘送两个去。娃儿，你不恨婶娘吗？婶娘不是坏人，那天她没有把我给二蛋。爷爷，把跟爷爷给的白大米也送去吧。白大米你不想吃吗？我只想盛出两碗给爷爷吃。来，走啊。
这是根叔拿来大米，我和小花呢都吃过了。花，你不是想把铁饼子送给叔叔婶娘吃吗？别怕啊，别怕。叔叔婶娘，这是我做的铁饼子给你们吃。话说呀，今天铁饼子做的最好，要你们尝一尝。爷爷呢？叔叔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对啊。爷爷下地了。小花，别干了，出去玩会儿去吧，啊。来找爷爷呀、啊，爷爷，真的，叔叔真的跟我说话了，叔叔还对我笑呢。爸，你这手怎么流血呢？没事儿、啊，不疼，是刚才跑得太快了。花儿，就是叔叔跟你说话。你也用不着这么跑啊，爷爷。嗯，我做梦总梦见叔叔跟我说话，婶娘还给我梳头发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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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花儿，过来，花儿，花儿。哟。这娃是不是把我当人贩子了？哎，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啊，别着急，你到前面看看，咱们走，咱们到地里瞅瞅。哦，哎，小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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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爷爷。爷爷，花儿，爷爷，哎，小花儿啊，小花儿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你？哎，爷爷，哎，他们又要把我送人。哎，傻孩子啊，那个婆婆呀，她是来看你的。不是。他们就要把我送人，不怕，不管送到哪儿，爷爷都会找你，啊！
大山的那头到底啥样？大山那头啊，还是山。那啥时候才能走出大山？花儿，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。行，到时候我带爷爷一起去大山的外面看看。好，爷爷等着。满株篱笆呀，一朵连一朵呀。花儿，你咋那高兴呢？我就喜欢赶集，爷爷还答应给我买新书包。会骑小喇叭，我爱万里长城，我爱小河，我爱小河，我爱五星红旗，我爱五星红旗。我爱白鸽，我爱白鸽，我爱花朵，我爱花朵。好，下面老师问问你们还爱谁呀？陈永强，你说。我最爱我的爸爸。好，坐下吧。哦，小花，你说。我爱我爷爷。胖婶儿，我又考第一了。哎呀。可了不得了，咱村还没出过大学生呢。花儿，赶明儿考到省城去，借爷爷好好享两天福。哎，我早说这娃有出息。我一考第一，爷爷就笑，我最爱看爷爷笑了。我去告诉爷爷。你说咱这是啥命啊？俩丫头片子，就没摊上一个这样的。哎，认命吧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又考第一撑着了啊！不是啊，干活费心了，大伙都回吧，啊。
爷。花儿，不哭啊，花儿，不哭，不哭。他爹，回屋吧，都坐一个时辰了。还心思保住他爹呢？我在心思我这个村长还当得够不够格。他爹，别太难为自己了，大伙都知道咱村不富裕。再不富裕也比个保住爹强吧。这二年咱家粮食都充公了，还咋呢？送点粮食，送俩鸡蛋容易。我是在想一个理儿，你说这同样的五谷杂粮，他养出来的人咋就不一样呢？小花儿是咱二狗捡来的，可咱呢想的就是自个儿家的香火。大伙儿去赶集想的也都是往自个儿家多拿点儿。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却实实在在的做了一回人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去给我爹抓点药。正好我的药也完了，给我抓点。我说算了吧，这药你都吃了一年多了，药生就不该生了。哎哎，我娘说有个土方能治这病。啥土方？土方上说一回吃100个蚂蚱比吃十副药还好使呢，叫啥以毒攻毒。我说你就别作妖了，到头来这病没治好再出点别的毛病。哎呀，些许土方好使，一回就吃100只，上哪给你抓去。哎，那你还是给我抓药吧。花儿，下雪咋不回家呀？抓蚂蚱。抓这些蚂蚱干啥呀？有用。我说你咋成天跟我要罐头瓶子呢？都是干这事的。胖婶儿，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又没耽误上学。就是还是瞎打听，话不告诉他，走吧。胖婶儿，你能替我保密吗？抓个蚂蚱还保啥密呀？能吗？能，我谁都不告诉。嘿，这孩子。快到那边去看看，我给娃上点药。疼吗？不疼。要我说呀，你还吃啥药呢？亲生的娃又咋地？你能摊上小花这样的好闺女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你那样对待她，她都没说你一个不字。小花的手咋样了？流了那么多血，娃能不疼吗？不行，我得看看娃去。记着，隔2小时擦一回啊。胖婶，我以前……哎，都过去了，别提了。婶娘，这是给你的。这是啥呀？是捣碎的仙人掌叶子，去年我亲眼看见根奶奶用这药给根爷爷治好的烫伤。
我去跟奶奶家要的，擦几回就好。小花，让婶娘看看你的手。没事儿，上过药了。婶娘，以后的药我给你煎。老师有事吗？老师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说吧，只要老师能办到的。老师，以后你能用铅笔给我判作业吗？为什么？用铅笔判过的作业本，用橡皮擦了还能再用。你告诉老师，你家里是不是很困难？我只想让爷爷少看点柳条。老师，你能答应我吗？嗯，老师答应。上的那头有蚂蚱，你下学不回家去抓蚂蚱？哎，你啥时候学会了不听话了你？我没有不听话，婶娘说吃了蚂蚱能生小弟弟。婶娘，这些蚂蚱是我给你抓的，你吃吧，吃完了就会生小弟弟。花儿啊，这些蚂蚱你咋抓的？我每天上学都带一个瓶子走。那你为什么上山抓蚂蚱？庐山的蚂蚱已经被我抓光了。花儿，好啊，好，好啊。婶娘，你别哭，蚂蚱吃完了我还给你抓，你一定会生小弟弟的。今天爷爷不该对你发脾气。爷爷，我没逃学，路太远，我是跑着回来的。花儿，好啊。这啥日子啊？爹，今天晚上你跟小花都过来，咱一家人呢好好吃顿团圆饭。
爹，从今往后咱这饭还在一张桌上吃，再也不分开了。爹，你愿意不？愿意。爹，愿意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小花，来。看不，是娘给做的。好看，好看的。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穿新衣裳。要走了，这是沈娘专门给你做的。我有新衣裳喽！我有新衣裳喽！我有新衣裳喽！胖婶，沈娘给我做新衣裳了，你看这花多好看呀！二老叔，你看见我穿新衣裳了没？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和小花做的，多吃点儿。爹，哎，这些年我和香草对不住你。哎，宝不孝，宝不孝，爹，你打我吧，你使劲打我吧。哎呀！打我吧，你打我呀，宝儿啊，宝儿，爹，宝儿，爹大小就没有打过你一次啊，宝儿，爹把你养大，我啥也不图啊，我，你现在长大成人了，爹也老了。可爹高兴啊，宝儿，等爹不在的时候，你要替爹好好照顾小花啊。爷爷，等小花长大了，让爷爷过好日子。花，爷爷，好啊。好啊，好，爹，吃吧，花儿，吃，多吃点啊。我吃不下，花儿，是沈娘不好，沈娘不该踩你的纸风车。拿着，这是沈娘给你新买的。沈娘，花儿，
以后不叫婶娘，叫娘。今儿个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保守了30多年的秘密。哎呀，大兄弟，你大家都知道小花是个孤儿，可谁都不知道宝柱也是个野娃呀。宝柱是他爹从麦秸地里给捡回来的，宝柱爹这一辈子都没娶过个媳妇儿，为了这俩孤儿他搭上了自己整整的一辈子呀。
那证书又不脏，你老擦它干啥？哎，爹啊，就是看不够啊。爹，咱越看，他越好看呢。爹，自打小花把这个小本给你捧回来，我看你啊，连睡觉都舍不得合眼。你看见他了，心里就敞亮。爹，你干啥总盯着他？你还怕他长腿跑了？宝柱，你又笑话咱爹呢吧？不是，照咱爹这擦法，就这点字儿，早晚都得擦没了。小花是咱们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，我还乐得睡不着觉呢。爹，别理他，该他擦你的。这话呀，爹爱听。爹，我给你做了身棉袄棉裤，抽空你把它换上吧。啊，这不挺好吗？还做新的干啥呀？这是新棉花做的，穿着软和。哎，爹啊，是个有福的人。爹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得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你，哪有我跟小花的今天，哪有这个家呀？是啊，爹，现在日子越来越富裕了，你想吃啥，咱们就能做啥。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咱家的福分。爹知道，知道啊，咱们一家人的好日子啊，才刚刚开头。爹，穿着儿媳做的热棉裤，看着花的大学证书，爹不缺什么啊？爹啊，还想活他100岁？那就活他100岁。花儿不是说了吗？将来还要带咱一家人坐飞机呢。是啊。爹啊，说啥也等着啊。嗯。大山的外边爹看了，啥时候呢？爹，那再到天上去看一看。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，我没有辜负爷爷、爹娘和全村人的期望，满载着知识的收获，回到了芍药村，成了一名我期待中的乡村教师。因为这里有着我抹不去的记忆和血色的童年，有过我太多的笑声和眼泪，有着爷爷对我和我对爷爷的寄托，有我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爱。是爱让我成长，也让我明白生活中不只有血是浓的。我舍不得爷爷，舍不得这里的大山和一草一木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守护和回报养育过我的这片土地。